展雷振刚董事长以及 Nice 企业陈哲芳总裁共同掀开红布，发表高 2.5 公尺、宽 1.9 公尺的巨大福寿双星塑像。总重量近800公斤的福寿双星，材质是由新斗士打造，分别是由金泰发展和 Nice 企业捐赠。外观以达摩塑形，象征趋吉避邪，同时金红色福字表现鸿福齐天美意，并且用蝙蝠衔前，福在耳边，福在眼前，代表福气圆满。我作为陆资企业呢，我想用我们的实际的行动促进两岸的经济的发展和人员的交流。谢谢。福寿双星的一个象征啊，这个极光的盛会啊，也带来了我们全台湾呐、的一个福气。福在眼前，福在耳边，啊，把福气啊带回家，啊，把福气送给你，把福特带回家。我们整个台湾灯会一定能够办得像我们福寿双星一样，大朋友、小朋友、好朋友、新朋友都非常高高兴兴。特别我用青斗石来做这样的一个石材来做一个设计呢，它有福禄寿三喜这样的一个多层意义。灯会期间，两座福寿双星将坐落在迎宾大道起始点，邀请全国民众赏福气，同时透过摸彩抽奖也把福特开回家。2013台湾飙灯会祭出最大奖，两台新款福特汽车要让您开回家。从2月24号到3月10号，灯会期间摸奖活动，民众只要持102年1到2月份或是3到4月份统一发票一张，即可以兑换摸彩券一张，每人每次限兑换5张，数量有限，发完为止。摸彩券发放地点：大会综合服务区舞台右侧。发放的时间：第一阶段从2月23号到3月9号，每天下午3点起开始发放，当日发完为止。第二阶段在3月10号下午1点，而抽奖的时间：第一阶段于3月3号下午2点到3点，第二阶段在3月10号下午2点到3点。中奖规定，主持人将现场call in，得奖者请说出通关密语。2013台湾灯会在新竹县。更多相关摸彩抽奖办法，请上2013台湾灯会在新竹县官方网站查询。